来看到车祸的消息，七号下晡国道三号北上德佳路段发生21台车的追撞事故。下晡3:35，国道北上284.4公里滨雄路段的附近，在前后2公里内陆续发生6次的轻微交通事故。因为过道降下大雨，视线不好，车辆失控，又搁无保持着安全距离，总共有21台车发生事故，好佳哉无人受伤。日前下晡3:30，国道3号北上德佳路段285K前后，大约是100公尺范围内，发生将近20台车的追撞事故。本日15:33接获勤务中心报案，南二高北上285公里处有多辆汽车追撞，接获任务后立即派遣双五511前往到达现场，现场近200公尺处有20车辆追撞，经过救护人员逐步询问伤势后，只有2名患者有轻微挫伤，患者表示不想浪费救护资源，不需要就医，现场交由高工局处理。该县市消防局出动5台助理、2台弃医前往救援，是有2个人轻脆伤，无人受困。该县消防局也提醒驾驶人，该山区午后常常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形，驾驶行车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最新新闻整理由民雄乡采访报道。晨光洒落，晨风拂过嘉义的每个角落，随风摇曳的树影下，享受慵懒日光。让长者多一处活络感情，增进身体健康的好所在。让学子挥洒青春，热血激昂展现振奋人心的力量。从大自然的观察，丰厚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学涵养，盼望所有的大一听案都能健康茁壮，打造全零共融的无障碍空间，深入城乡，带旅人走进嘉义的每一处。银海小船穿梭扑来潮间鲜美，面山职人精神袭来日晒背香，持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多元通路，产业强劲拼出经济，更创造青年崭新舞台，让嘉义人返航，更吸引观光人潮汇聚。嘉义味人情，嘉义味风雅，嘉义味热情，嘉义味甜事，装进满意的耐人寻味，幸福的滋味就是嘉义味。